当时我们在他在我们中队去找我的时候，我们正经的说着话呢，也好长时间没见了，说着话呢，突然一下我们就出警了，就把他一个人留那儿，他看着我们车走，然后我看到他一个人身影的时候，确实心里也很难过，但是想到有任务在身，然后当时也来，也其实也没多想，就赶紧换战斗服准备出发了。对，当时是怎么想到哎选一个消防员来做老公？觉得这份职业比较厉害，就比较酷，很厉害，很酷，真的很酷。对，然后为人民服务那种。那对他的这他的工作平时忙不忙？忙是吧？哎呦，就是有没有最想对他说的话？因为我觉得他很不容易，需要你们的一个心疼，是不是？希望他健康平安就好。